我们来欢迎今天我们的主角满金。今天他拍影片，所以就会整个变得比较正常一点。他就是看到镜头就变文静了，对，文静妹。他2岁等于也妹的14岁左右吧，14岁，就是国中小太妹的概念啊。啊，小太妹，小太妹，这边一直在掉毛。对，真的掉毛真的很麻烦、欸。掉到一个，你看我身体，你这还算小 case。只要抱他就是，对，这个时候还算小 case。而且我们家里落尘也超多的，整个搞的地板上，对，都超多。你的毛发。就是你的毛，他真的看得懂镜头哎、欸。我不喜欢，我在家里不喜欢穿拖鞋，对，那踩在地板上沙沙的，或是踩到他的毛，我就觉得很不舒服。哎、欸，你不要用它啦，他很喜欢我用它哎、欸，不喜欢。你每天都要当这个方面很困扰，你每天都要当灰姑娘的打扫，对，然后没人喜欢打扫，就只有我要持续在那边打扫。傻眼。这个时候其实就真的非常感谢家里有一个这样工具型的男朋友，就是很像亲戚阿姨这个样子，灰姑娘仙杜瑞拉的概念。但是她因为韦德是有一个清洁上的强迫症，所以她其实没有办法接受就是乱，对，然后还有落尘啊、毛发在地板上其实不太行，所以有头发这些她就会受不了，我就会啊脏，因为我们家90%的清洁都是她在做的，没有是99%。90%，你说你的我的那个部分是什么？我那个10%呢，就是帮忙垃圾车来了，把垃圾拿下去倒，这个也很辛苦哎、欸。这个没有占10%。为了拯救万机的掉毛，还有拯救你不要这么每天这么悲情的都在那边擦地，你知道我想到一个办法，嗯，我要请打扫阿姨，真好，每天大概我请1个小时左右。然后他来打扫，你就不用那么辛苦了。那你付钱？你付钱？我付。然后，哎，他已经来了。哎，有吗？有。他刚才在后面的仓库躲很久。傻眼。啊，热。太可怕了，还在里面陌生人。来，那走，我带你去跟他见。为了拯救，就是不用你每天在那边打扫家里。来，跟您这次为您介绍一下，这是我请的新的打扫阿姨，在哪里、啊？在这里，这个。哎。下面，石头扫地机器人 S5 Max， 哦，原来是他啊、哦，对，而且你要叫他打扫就随时可以打扫，他也不跟你废话这么多，嗯，很棒吧？我们要用看我才知道啊。这一次呢，就要来好好的介绍一下石头扫地机器人 S5 Max。那在里面的套组呢，一样会附上了这一次的拖地布，还有扫具模组，当然还有防水垫，以及它非常重要的充电座，还有2本说明书。当然也少不了这一次的主角扫地机器人。我来先介绍一下这个打扫阿姨好了，知道它这个扫地机器人有一个很强的一点。嗯，它在后方有一个290V的超大水箱，可以让你就是除了扫地模式以外，它还可以湿拖。哦，真的吗？我一直以为扫地机器人只有扫地的功能。它的水箱很大，你不用一直去补水，然后它最多可以拖到65平，而且它的出水量是可以用手机 APP 下去做调整，所以你可以湿多或是轻微的水量都是可以去做一个精准的掌控。嗯，科技始终于来自人性。我为了不想要让你每天就跪在地上擦地板，你知道我请这个阿姨，她还可以用仿造人手的拖地功能，它有这个300公克的重压模式，就让你可以横压加压的方式，就是直接帮你拖地。真的假的？它在开机的时候就会有一个 LDS 的镭射扫描，然后会建构出它想要清扫的环境，而且侦测就是整个周围的环境的部分。
直接用手机就可以看到它整个环境，我觉得超强的。这阿姨好聪明哦！科技始终也来自人性，又要再讲一次。那石头扫地机器人 S5 Max 它有一个小小的升级，就是在 App 的部分，你可以去设定说它哪里可以扫地。哪里可以拖地，或是哪里不可以拖地，就是净拖的区域。如果说有些地方是你是地毯，然后有些或是你可能藏了几百两黄金，你不想让它进去拖地的话，这个都是可以透过 App 下去做设定的。那你黄金藏哪里？那如果不小心，各位你家太有钱了，可能有透天的那种一到四层楼、五层楼的那一种，或是中南部有很多那种独栋的，我跟你讲。S5 Max 它还是可以有拥有一个记忆楼层的部分，就是你每一个楼层它有不同的扫地的区域，它是可以去做一个记忆的，最高可以记到四个楼层。它有一个防坠悬崖感测器的功能，它不用怕说来到楼梯旁边会整个摔到楼梯下面去，完全不会，它会有这个感测器严防坠落的部分，算是一个脱困非常强大的一个扫地机器人。那这样之后只要出门上班，只要打开 App 它就可以帮你打扫，那我就可以从灰姑娘晋升到仙杜瑞拉，真的是太好了！可以找到对付万金掉毛的神器，就是这一次石头扫地机器人 S5 Max。在最后的部分，当然要讲到优惠的时候了，这是非常适合你金牛座的一个时间啦啊！我来听听多优惠。这个呢，父亲节档期期间呢，然后你只要购买 S5 Max 的石头扫地机器人。然后它从原价19,990，现在父亲节档期优惠价格是13,999。天哪，这入手价很可以耶，是不是？如果没用过扫地机器人的人，赶快下单。除了这个以外呢，它还有跟飞利浦，就像刚刚讲的飞利浦合作的一个品牌的活动。如果说你购买 S5 Max， 再加上飞利浦的电弧刀 S5588 机型的，原价是28,990。现在只要14888，等于现成也是52折的一个概念。再送 Roborock 的石头保温杯以及 Roborock 的折叠伞，送这么多东西，已经折扣了还送这么多东西。对啊，这一次还有另外一个干爹叫 PC Home， 只要购买这套组，他还会再回馈 7% 的 PB， 就是他在额外送你购物金嘛。没有错，而且除了购物金以外，他还会再抽飞利浦65寸的4K 电视。好啦，这边以上的活动推荐给你们，也希望你们会喜欢石头扫地机器人，还有飞利浦的活动。对于金牛座的你来讲，第一个价格很优惠，价格有，然后又省时，省时功能又强大，可以扫地又拖地，对，然后又符合我的需求。对，赞。好了，希望你们喜欢今天的影片。那影片到最后不要忘了订阅韦德的 Instagram WEDWOD， 还有我的 Instagram ISSYTBC。那今天的活动我会把所有详细的资讯放在下面的文字说明栏。那以上感谢大家的收看，那我们下次影片见，拜拜。真的很厉害，而且你跟他讲说，就是要求他打扫哪一区，他就只打扫那一区，很像电脑一样，就是。画到这边这样子，我跟你讲，你觉得这个买对了吗？我以前都当在国小啊、国中啊，都当清洁股长，结果呢，然后就是身为清洁股长的我，我觉得他打扫得非常棒，对。